那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哈，就是现在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最前面哈，大家看直播应该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是现在国民党是占领整个主席台，哦，所以主席台上面全部都是国民党的人。那我。就是我觉得徐小欣真的很过分，坦白讲我觉得他真的很知道怎么侮辱人，然后怎么样激怒人。我以前在看的时候说，看到人家说如果对着你的国旗在践踏在毁坏的时候，你的心中的感受是什么。那我们现在这样等于算是两军对垒的时候，他拿着你的旗帜在那边这样子，那真的是很过分的一件事情。